伊和相里分第三十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遂为微尘，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名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众实有者，佛既不说是微尘众。所以者何？佛说微尘众既非微尘众，是名微尘众。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既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者，即是依合相。如来说依合相既非依合相，是名依合相。须菩提，依合相者即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。这一品的大意是，佛陀问须菩提：须菩提，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将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，你认为怎样呢？这些微尘的数目是不是很多？须菩提回答说：非常多，世尊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假若这些微尘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本性，佛就不会说这些微尘众数目众多了。为什么呢？佛说的微尘众并没有一个微尘众的实体，是假名微尘众。世尊，如来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也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存在，只是随顺世俗假名世界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假如世界实有，那就是众多现象聚合而成的一个统一体。如来说众多现象聚合而成，也并无一个真实存在的本体，所以合相只是称名为合相。佛陀说：须菩提，众多现象聚合而成一个统一体是不可言说的，但一般人在其中执着分别。这一品中颇于须菩提的问题，在第十三品中也提到过，原文是：须菩提，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夫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；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在第十三品中，如来从对弟子眼下关注的问题中，将视角拉向微尘一样多的广阔浩瀚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告诉弟子们：小到一粒微尘，大到三千大千世界，都只是假名，无实质的东西，令弟子们了悟如来说的诸法虚妄，不被净转，不被相迷。在这一品，佛同样用微尘众世界来做比喻，但这次《金刚经》已对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诸相虚妄、不生、不动、不灭、不异等见地，在与须菩提的文答中，经过了不断的剖析。现在弟子们已站在如来无定相的认知上，但既然万物无我，又无定相，又不是虚空，简单的否定或抛弃，那在认知上，如来自性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任意相，或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被迫弟子在这个认知中对相的执着。佛说，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，是微尘众名为多夫。如来在此以微尘众来比喻众生还在执着时自性中显现出来的假象，像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那样多。如果我们执着其实有，这些假象就会导引我们进入无量无边的生灭轮回了。在此处，有人可能不太明白如来的这个比喻。这是在修正佛法中，当一位行者在了悟如来无定相、色空不二时，意境中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认知。如来是宇宙一切相，而我们每个人本性都是如来。但我们本质上是宇宙任意相，这个界定没错，但如果行者是站在还着相的基点上这样说，就毫无意义了。我们自信可以是宇宙的任意相、任意缘起，但万法无生，本性空，这即是佛学中的缘起性空思想。
如来不着一向实有，但也不会否定一切或住在虚空不起用。佛讲到此处，弟子们已不是一个闻法者，弟子们也已安住在如来真空之境中。尤其是称解空第一的须菩提，在如来真空中，像微尘众那样多的心相，就是宇宙，就是世界。在此，心与物已是一缘。微尘众既是之众生自性心相，也是之无量无边的物质世界，即之万法。所有这些都不是实有的。在此，我们借于现代科学来谈谈佛说的这个心物一缘的世界。现代科学呢，常把物质分解，认为物质由分子构成，分子是由原子构成，而原子由电子、中子和质子组成。再后来又发现，中子和质子可以分解成更微小的东西——夸克。所以实验室证实了夸克的存在。然而，单个的夸克却找不到。粒子学家们对此的最终解释是，夸克是极不稳定的、寿命极短的粒子，它只能在束缚态内稳定存在，而不能单个存在。如果这样，意味着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我们看不到，那物质也是虚妄不实的。20世纪后期，科学界又提出了学论。学论的观点认为，自然界中的基本单元，如电子、光子、中微子和夸克等等，看起来像粒子，实际上都是很小很小的一维弦的不同振动模式。我们姑且将它起个名字叫宇宙弦。每种振动模式都对应有特殊的共振频率和波长，而不同频率的振动对应于不同的质量和能量。所有的基本粒子，如电子、光子、中微子和夸克等，都是宇宙弦的不同振动模式或振动激发态。如果把宇宙看作是由宇宙线组成的大海，那么基本粒子就像是水中的泡沫，不断产生，瞬息湮灭。我们现实的物质世界其实就是宇宙线演奏的一曲壮丽的交响乐。这似乎与物质的对立面意识有一些相同了，与佛法中的心物一缘的观点相吻合。物理学发展到了学论，宇宙的万有都以自性本空，物质并非是客观实在。于是20世纪自然科学发展中，用关系实在来取代绝对的物质实体，即主张事物不是孤立的由固有物质构成的实体，而是多种潜在因素缘起显现的结果。每一存在者都以他物为根据，是一系列潜在因素结合生成的现象。实在和存在被限定在一组本质上不可分离的关系结构中。科学当中讲的关系实在论与佛法中的缘起说、因果说有共通之处。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在一个科学发达的时代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科学的论据比佛法更有说服力，故我摘录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写的《物理学不如禅境缘起性空》一文的资料，完整的原文可以在网上查找。在这些资料中，我们看到科学家在实验室推导出了宇宙万法并非实有，而是一种关系的显现，这与2600多年前佛陀在菩提树下证得的结果竟然不谋而合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宇宙万法缘起性空，而在人世界，佛也谈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我们回到原文，在此品的最后几句，如来说，如果世界实有，即是一合相。一合相的意思是无数相总合在一起。但佛又说，这个假名的一合相即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。这个佛在经文中提到的不可说的一合相世界，即指缘起性空。万法因缘具足而生，每种缘又本性空，只是假名。这就是我们眼中的世界，我们执着的人生。这个世界的一切如无量无边的种种泡沫堆砌，互相作用，互相影响。
不断的生灭变异，无法知道最终结果，也不会有目标方向，只有互相作用的因果不爽，因指向果，这就是方向。而这个因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因，万物的因互相在起作用，故在不同的时空，相同的因也可示现不同的果。佛说这个一合相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贪婪这个巨魔般因因果果的世界，认为其实有，纠结其中的生灭变异得失。